好，欢迎收看《想世界》。今年的台北艺术节带来非常多精彩的国外节目，有获奖连连的战马团队带来的作品，以及融合当代舞蹈和杂技表演的作品，搞砸了。今天《想世界》非常荣幸邀请到台北艺术节总监耿英伟，跟我们分享这些精彩作品。老师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老师，我们刚刚提到搞砸了这个作品，就是融合当代舞蹈跟杂技这样的作品，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谈一下融合当代舞蹈跟杂技，有关于杂技的这个部分。一般的杂技在早期比较是一种特殊技能的展现，比如说我一次可以接五颗球，抛五颗球，就是我可以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但是他可能没有考虑到整个画面或视觉效果，所以早期的杂技比较就是有异国情调。重点就是我技术很好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一个超人啊。我们简单讲，就是一个超越凡人能力的展现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把我的手怎么折，或我可以怎么样，让观众就觉得哇，好厉害！我可以空中飞人，我可以走钢索，我可以。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跟随着观念的变化，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超越常人的异国情调，已经不再能够吸引观众了。观众也会希望看到更多东西，会希望有更多的享受。所以以比如说太阳剧团来看好了，他们的马戏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服装跟造型，视觉元素变得很重要了。那所以回到了当代，我们先讲的这个搞砸了这个甘地杂技团，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开始尝试跟舞蹈有做一些结合。那什么叫舞蹈？简单来讲就是有一些动作的编排，就是他动作是有排过的，然后可能几个舞者在舞台上面的动作的展现，在视觉上面可能产生了一种动态的美感，像类似这样。那搞砸了，我举个最近，比如说最近那个英国的皇家芭蕾有来，那搞砸了，他们其实最近跟皇家芭蕾有一个合作，就是要把那个杂技跟芭蕾结合在一起，要在明年的2015年的1月份会首演。所以就是他们有在那边丢，有点像在丢保龄球那种，那样丢来丢去，然后芭蕾舞者就在中间，好特别哦。比较重要的是，一般来讲我在丢就是只是技术，但是比较任意。对。但是搞砸了，他们就是会留意到那个结构或者是节奏的问题。比如说我们一群人都用同样的节奏在丢某一颗球或两颗球的时候，这如果我算得很精准的时候，可能这些球在空中的时候，它排的那个角度是完全，它就形成了一个在空中的一个有意义的画面，对对对，有一个画面，是一个结构。这是一般杂技团比较没有留意到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搞砸了他们的精彩演出。老师，刚刚那个画面里面真的杂技，但是他们的身形都很优美。其实马戏或杂技每一个国家都不太一样，然后最后还是反映了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或者是文化的特色。比如这个是来自英国，他们就是穿着西装打领，然后男生女生都好有气质，然后就是很优雅，就是很从容不迫，那这个跟法国就不一样，比如法国马戏就比较有那种，就是比较知性，有会探讨一些哲学意涵或什么的。对。然后加拿大马戏就是很粗犷，对不对？哦，很生动，很生猛这样。那这个团他们很受毕纳鲍许的舞蹈剧场的影响。那什么叫舞蹈剧场？舞蹈就是动作的编排，我们就这么想好了。但是呢，舞蹈剧场里面，毕纳鲍许舞蹈剧场里面很多在谈人。是，我们会看到有人物，看到角色在谈人的存在、人的寂寞、人的空虚，有人物，好吧？那在这个作品里面，我们也是看到他们也会有人物，他们也有角色，也会有互相对待的关系。但是它不是情节，
就是比如说它里头可能会有展现男性跟女性之间的关系，或者是它有一段是可能有一个女的，然后她坐在那里，然后旁边的男的可能会想要跟她交谈，然后这女的会摆出一副好像不想理她，就是有这种可能男女交往的竞争关系。嗯，他会把这些东西安排在这个里头。嗯哼，可是他的目的不是要讲一个故事，他的目的是要用更动作化的方式去慢慢的去开展，然后让你知道说，哦，这些动作里头其实也表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比如说有一个戏，就是这个里头其实有一场就是那个男性，然后呢趴在地上，然后咬那个苹果，是，然后那个所有人就在他的身上，就是女生就是在他们身上玩那个苹果，那这里头就有了那个女性意识的展现，是，就是到底谁才是谁的玩物这样子。对 ，Pinball 是非常善用的一个元素。对，老师到底为什么这个戏叫搞砸了呢？因为它的英文就叫 smash， 就是砸烂了。那这个戏就牵涉到英国人很重要，就是这个戏其实舞台上面，他本来是要用80颗苹果，但是后来舞台上会有人在摆那个英国喝下午茶的盘子。那大家知道现在马戏最不一样，就是他们愿意重新去检视跟讨论马戏或者是杂戏演员的身体。嗯，对他们来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有可能失误这件事情，杂技是绝对不容许失误的。对对对对，但这个戏为什么它是舞蹈剧场，不是纯技艺的展现，是就是他后面会去谈这件事情，就是说那如果我接不到是一个错误，那为什么这个错误本身不能够也变成是一个表演啊？所以最后会有把舞台上的这些下午茶的这些杯盘全部砸烂的过程。这个戏的导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导演，他实际上是一个视觉艺术家，叫 William Kentridge。那他是一个他做了很多的动画。他的画大部分都有在处理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，或者是这种族隔离制度里头的这些对人权的迫害。